幸好我定眼子硬，我铁钢弓，屋子里我有是一个。钢铁侠，要不然他一盆早给我打死了。幸好我，你看我铁定弓，看到没？精忠到铁大定，二楼，到家。铁定弓，哎，你看我铁定弓，铁定成功。看我这铁定，哎，钢铁侠，一声就不死。哎呀，钢铁侠，懂不懂什么是钢铁侠？哎，亏了我的铁定，要不然就铁定完蛋。你看，我有个铁定，所以说我铁定没有完蛋，是不是钢铁侠嘛？主打的是一个钢铁，侠不侠无所谓，钢铁，老铁了，我跟你讲，二两地干不穿我的铁定，怎么保底有四个？我的铁定弓，我的铁定弓挡不住这么多人。钢铁侠嘛，你知道那个反浩克装甲为什么吗？因为浩克太大力了呀，钢铁侠的那钢顶不住啊。反浩克装甲嘛，我没穿反浩克装甲，你看被他破功了，你看被他破功了。钢铁侠的刚不行了，不对，他是从正面打的我，我是钢铁侠，我正面没有防御。不对，那合理了，我是钢铁侠嘛。我正面没防御，他从后面打，他从正面打我，理应伤害高。那确实，钢铁侠嘛，你要正面有防御，那就不叫钢铁侠了，那就不是钢铁侠了，那是绿巨人了。正面有防御，还穿一裤头，还有伸缩，重点是伸缩裤头，没有伸缩裤头，只是一个绿色流氓。懂重点在哪儿了这吧？个哪句这么打？重点是绿色的裤头，而且还会伸缩，不伸缩就是流氓了。所以说，重点是绿色的裤头嘛，绿色会伸缩的裤头。你要没那裤头，就绿色流氓了。别人看你不绿巨人了，别人寻思：我操，这绿色流氓又出来了。所以说嘛，绿巨人重点就是绿色裤头，就是那裤头，那能伸缩那裤头。